上面有小兔子，眼睛亮了，红红的，表示可以开始熨衣服咯。它最高温40度而已，所以不会怕烫到手。它后面长这样子，好可爱。这里它有附保证书，但是时间已经过期了啊。我们来看看熨的，超级可爱。看看从哪装电池，这里。这里装电池，我去拿电池装的吗？哦，我要这么大电池4个，我来放电池了。剪，按这是准备加热。哦，这做好了，先放着等它加热的时间。这里应该是显示它会加到几度，然后我们先开我们 First Mama 围裙，等一下可以拿来熨。把这个 First Mama 衣服先揉一揉，让它皱皱的鞋盒。它已经升到42了，它已经升到44了，不是说会44而已。它已经皱巴巴了，我现在来熨熨看。我觉得有点痒，看口袋就知道了。你们看，这个没有很热，应该是为了安全，所以它没办法真的把衣服烫平。但是它温温的，有熨斗的 feel。我又收集到一个 First Mama 的玩具，就是这个熨斗。如果想要看其他复古玩具的人，请看这边。这里都有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妞妞 TV 的人，记得订阅。还有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妞妞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，片记得收看。妞妞 TV 还有第二频道，叫做妞妞常识逛，这里可以订阅，是在玩游戏跟开直播。这里有观众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。